大家好，我是张鑫。今天天气特别晴朗，因为我们早上有点事，没有去市场里面买东西，趁着黄昏的时候到中壢的一个非常大的黄昏市场来走一走。这里是中壢市的环东黄昏市场，是很多内壢好朋友来这边下了班之后买一点菜吃吃美食的好地方。今天咱们就到这个地方来走走逛逛， Let's go。 环东商场，你看黄昏的时候大家下了班陆陆续续就来这边采购了，真的是非常方便。很便宜嘞，必须的，赞。这么大的凤梨一颗50块，芝麻包4个50，8个100。海毛包手工花椒，你要说吗？要呀。现蒸的嘞，好漂亮。冲的要架住才有来的。豆浆出来再交哦，都今天现烤的。这里就是卖熟食的了，超大的，还要排队的。1个100，2个1个100。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干辣。这里黄昏市场的特色就是有很多熟食，但也可以买得到生鲜的食品。哇，这猪脚好大！哇，它这里的鱼都还有包保鲜膜哎。比较干净哈。对啊，都有包。保鲜膜。卖青菜的地方。冬瓜35，甜豆1斤120，比早上的传统市场稍微贵一点点。这里的青菜350，120块，而且都很漂亮的。山茼蒿、小白菜、青江菜、地瓜叶、韭菜，哇，这韭菜好新鲜呐、啊！葱。香菜，哇，这大蒜也非常大只哎。老婆，你要买什么？洋葱跟菇菇。好嘞，鲜肉包啊，好多啊。天天的馅饼、葱油饼，来看看哦，黑白切。光看就觉得很好吃。烤鸭跟烤鸡，黑猪肉，哇，又是炒冬粉炒面，炸的无锅鱼，可是鱼好漂亮。虾子、鲷鱼肚，哇，整片都是熟食。
下了班来到这边买两盘菜，回家就可以开饭了，真的是上班族的好朋友啊。种类真多，生鲜猪肉这边可能就是买了回家还要做菜的了。哇，空心菜超嫩。蟹来了吧？哇，2.50粒凤梨，桃子也出来了，草莓的香味，香哎！现在是草莓的产季，一定要把握一下。真的、啊？好像还一个礼拜左右啊。好吃哎，今年。漂亮，这个是什么我就没看过了，特别的水果，卤味，熟食比较多，熟食。这一摊闻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特别棒。鸡鸭、肉松跟猪肉条，其实来这个环东市场真的不错，随便买两样就可以开饭了。这里看起来应该是素食，真的是素食哎。卖鱼的，卖鸡的，范围不大，但是应有尽有，青菜、鱼肉、水果、生鲜、熟食，通通都有。下了班来这走一趟，应该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只有这个没有了。哇，终于看到了，好多人报道这是这个环东市场最有名的老店真记豆花，真挺棒的。这是仙草啊，那是豆浆咯。谢谢谢谢，干干净净的小店，特别漂亮。真的很多人在吃哎。生记豆花的旁边，环东快速水饺真的包得很快，两个人合作的。哦，这里还有甘蔗鸡跟咸水鸡，盐水鸡才对，这种下水最好吃了。这贵不贵啊？50块而已。它这个汤还可以拿来煮面嘞，对，它可以放高丽菜，放很好吃，真的特别好吃。大家如果有来内坜的环东市场，真的可以参考一下这家，鸡都看起来很大只，很棒。韭菜盒、萝卜丝饼，哦，还有炸的，好棒棒炸鸡。看到炸的心情就好了起来，多诱人啊，超棒的啦。啊，桌子往下
跟南北杂货行一样，什么都有，什么都卖，什么都不奇怪。还有卖面包的，20元，便宜实惠，方便好吃，好记烧腊，现切的。我觉得这里啊，真的就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可是它也没有麻雀那么小，里面的摊位还真的挺多的，人潮汹涌。我觉得这里真的是上班族妇女或者家庭主妇，家庭主妇最好的好朋友，下了班之后来这里走一遭，什么东西都可以买齐全。它的营业时间大概是从下午3点钟一直到晚上6点半左右，大家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来这里逛一逛，保证让你大开眼界，好玩好吃的通通都有。张兴漫谈，那么明天见，拜拜。